不春初是名香者名春，臭者名初，山出名烤，胡木树，大眼桐。气味，白皮及根皮，苦，温，无毒，主治小儿肝疾，用春白皮晒干，取二两研末，另以粟米淘净，研成浓汁，和末做成丸子，如五子大，十岁小儿可服三四碗米汤送下，其他年龄的小儿酌量加减。另外还以丸纳竹筒中，吹入鼻内，休息力，日夜泄力，腥臭不可尽，其腹疼痛，用春根白皮喝离乐各半两，丁香三十个，共研为末，加醋，糊做成丸子，如五子大，每服五十丸，米汤，送下。右方，用春根白皮，水漂三日，去黄皮，备为末，每一两，加木香二钱，以精米饭调药成丸，每服一钱二分，空心服，米汤送下。秋里肩腰痛，取出根一大两，捣碎，筛过，以好面条皂搅了孤小团，加水煮熟，每日空心十枚，不需禁忌，有特效，是白碱，用香椿洗过，刮取皮，晒干为末，水送服一钱，立效，常年阿血，用出根二钱，加水一碗煎至七成，再加半碗酒服下，或做丸服亦可。白带，用春根白皮、滑石等分为末，加粥做成丸子，如五子大，每服一百丸，空心服，开不送下。右方，春根白皮一两半，干姜炒黑，白芍药炒黑，黄柏炒黑，各二钱，共研为末，加粥做成丸子，如五子大，每服一百丸，空心服，开水送下。白灼，置方铜上，附方凤眼草及出的果实，抑制肠风泄血等症，烧灰洗头，有明目的作用。